宝天耳同愿，四十八愿第八啊，天耳同去听，这就是天耳。下面这两句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是愿不取正觉。这一段呢，是把前面天眼通通包含在其中的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且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却通的意思，明的意思，明白了，明了了。十方呢是空间啊，四方四维上下，这叫十方。去来现在，就是过去、未来与现在，这是指时间。尘上虚命同愿，指知十方过去无量劫中虚命所作善恶之事，悉皆动视彻听。这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们，他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这个本愿就是四十八愿，换一句话说，四十八愿上所说的，他们通通得到了。这个是无比殊胜啊，这一些都是自心的本能，必须要靠修定才能够恢复正常。修定的时间要很长啊，如果说照这个经上所说的，十方三世所作善恶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这懂事事情。啊，念老后面这一句说，以下言知十方未来与现在之事，在第七天眼同源，与第八同样天耳同源。这个要化身菩萨才能证得。啊，化身菩萨就是我们常说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才有这个能力啊！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在这个时间修行，要通过四禅八定，到第九定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往生到四圣法界。声闻向上提升，圆觉菩萨佛，这一个层比一层困难，一层比一层时间要长。这是到哪一年呢？
不行啊，年太短了，要上哪一阶你才能修成功啊？可是念佛往生净土的人，他一生就得到了啊，是不是他修得的？不是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，他得到了啊！你看了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正觉。阿弥陀佛正觉就是成佛了，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。换一句话是，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，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啊！我们决定不能怀疑。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也不过用几年的时间，几十年的时间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能力是自信本来具足的，那我们不过是一时迷惑，它不起作用。不是它没有啊，它有啊，啊，只是不起作用。阿弥陀佛有能力，有这个本事，能帮助我们快速恢复啊。这也是十方菩萨，特别是六道众生，为什么要念佛求生净土？道理就在此地啊！在极乐世界恢复自己的本能是轻而易举啊，尤其是转世成智啊，转八世成四智，太快了，快的叫人不敢相信，所以这个法门又变成了难信之法。希望我们同学对这个法门首先信佛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一切诸佛、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，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。我们对这个要有怀疑，那就是善根福德不具足啊。对这个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，那就是善根福德具足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往生的人要具备什么条件。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往生极乐世界要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多善根是什么？信，真正相信这人有善根啊。福德是什么？愿意去啊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人福报现前了，大福报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人间天上的福报都比不上他啊！他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弥陀弟子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尊重啊！一看是弥陀弟子，
另眼相看的啊，生到极乐世界等于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不是他自己修来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他就得到这种加持，得到的管用，不是不管用，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。啊，缘分，那就是我们能得人身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又遇到净宗，啊，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，这是缘呢、啊、因缘我们具足啊。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啊，暂时还不想去，信心里面还有一些问号，这是我们善根福德不足。有没有方法把它补足？有，勇猛精进啊，听经念佛就不足了啊。经典对我们最大的利益，就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，帮助我们发愿求生啊。所以我们真正啊，从读经下手，把这部经读上三千遍，将这一部注解看上三十遍五十遍，就不足了，一定的是一心专注啊。经文里的书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